于涵明、陈明、王阳明，接着就是我们剧中的男女主角陈又卿、李大人。哦，女神要出场了，医生要来了。哎，尖叫声不能停啊，怎么出来？医生柏林，哇，帅帅帅，美美美，来来来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耶！哟，哇，好兴奋哦！要不要先拍张照？等等等等等等，好了，既然演员都到场了，不如就先请我们的演员耿如先好好的简单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做孟耿如，那剧中饰演的是柏林的妹妹李桃桃。桃桃，掌声鼓励。那个于涵明。Hello， 我是于涵明，我在剧中饰演的是鞋子的设计师叫拉拉。框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匡颖，然后我在剧中饰演的是 Maggie， 是柏林的下属。杨明。大家好，我是王阳明，我在剧里头饰演丁立威，是陈又卿的前男友。哇塞，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男女主角又卿大人，班长副班长。全部立正站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又卿，我在戏里面饰演的是林依晨。开玩笑，我是林依晨，在里面饰演的是又卿。耶、yeah! ！又卿你好正，我听到了，谢谢。柏林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柏林。好，我在里面饰演李大人这个角色。好，谢谢。哇！哎、欸，真的，你们到场，我刚才上来都没什么人，把你们到了之后，人越来越多，真的是那个魅力哦，真的是无法挡。好，接下来。这就是你们观众，我你们粉丝的福利啦！现在互动时间到啦，接下来我们请所有的演员啊，还有导演，导演你要下去吗？你要下去？好啊，那你先下去休息好了。刚才看你很喘，哈哈哈哈，谢谢，辛苦了。接下来我们每一位演员就选一位粉丝上来跟你们互动，我们玩数字拳，赢了就可以得到一件我们在剧中。有没有看到那个我们运动会穿的 T 恤？是什么 T 恤？有没有听到？白脸猫，对对对，白脸猫的 T 恤。我看到刚才我们导演有穿，所以等一下可以。哎呦，来来来，啊，导演在哪？啊，我觉得导演当 model 好了。导演导演，可以稍微秀一次给我们看吗？这是白脸猫，这是那件。谢谢导演。导演说好小哦，好小。想不想要那这件 T 恤啊？想不想要？好，哎，你们真的是，你们福利真的来了。我们现在先有请一位一位演员挑一位粉丝上来互动，互动完只要你赢了就可以得到这件 T 恤，好不好？来，耿如。现在人很多啊，你要挑男的还是女的？好，接下来耿如要挑了，好吧，就让耿如自己选了，因为选这个真的是很困扰，他会得罪别人，好吧，我们一二三就举手，好不好？一二三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再一次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再放下，一二三，哪一个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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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抱抱小孩的小弟弟，哎，不是抱小孩，抱小孩的妈妈，不好意思。抱小孩的小弟弟是谁？抱小孩的妈妈，还弟弟吗？苏志全弟弟应该不会吧？那妈妈带的好不好？啊，弟弟领奖。来来来，这边请。好，一组一组，是苏志全会玩吧？会吗？五十十五，你不会哦？那剪刀石头布好了，还是黑白色？黑白色，黑白色好不好？他会剪刀石头布、啊，全挑完是不是？好吧。那我们先挑完再进行，好，这边请。接下来，韩明，挑一位吧，一二三开始哦，一、二、三。哎，这互动的机会，你们干嘛那么害羞啊？大家热情一点嘛，应该有很多男粉丝想要举手才对啊，好不好？再一次哦，再一次哦，一、二、三。哎呦，导演吗？我觉得太亮了，有点看不清楚，对不对？好，再一次机会。来，一二三，那个，
那一个吗？还是那个？中间的那个。中间的那个，对，中间的那个，对对对对，就是你，你真的赚到了啦！天哪，我好想跟他互动哦，不要开玩笑，来吧来吧，好，接下来下一位框框挑一个吧，来哦，框框要准备选人哦，一二三。那边那一位，这个吗？这个吗？白色衣服，拿东西的，拿东西那个，哎，就是你，拿那个爱恋字就是你，哇，太棒了！等一下你还可以签名，又可以互动，又可能赚到我们白脸猫的 T 恤，来，太棒了！来，接下来框框啊，不是框框，不是框框的旁边的杨敏、Sunny 选一个吧，来哦，帅哥来了，美女赶快准备，一二三，等一下太亮太亮，再一次好不好？左边那个，好，好戴眼镜那个，戴眼镜。我们三名说戴眼镜的，戴眼镜。戴眼镜的，对对对对。好，下一位，一晨，好好的选一下，你那个牌子在那，所以看你要选那边还是选那边。好好的跳一下哦，没有，我们是很公平的，比速度的好不好？那我要喊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三二一。哇哇哇哇哇！就上来了啊！哦，三女的，吓死我了！他是三女，他是三女，他是三女。好，等一下，再一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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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放下，好不好？真的，拜托了，放下，再一次啊！好，三二一。一、哦，我真的太为难一晨了，粉丝太多了。啊，这位好激动哦，就你好了。好激动的小女孩，来来这边请，请站在我们的右青的后面。柏林，瓦力啊、哦，下一个、哦。好，好，来吧，三。有看到吗？还需要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啊、哦！全部，全部放下，全部放下。一二三。等一下，那边有一个拿着这个塑胶袋，然后包着不知道什么东西了。拿着塑胶袋包着什么东西的？对对对对对，对，就是你，荧光棒女孩。对，好，恭喜！好了，那我们的游戏就要开始进行了。接着除了我们可能得到 T 恤以外，你们还可以跟我们的演员互动一些小游戏。好，我们的